因为今天很难得人辅，就是小刚也在这，是你们两个今天要不要就是难得机会来合唱一首，哎，好吗？小唱一首歌。那人辅您说唱什么好呢？之前我们在老师的专辑当中有合唱一首歌叫哈塞亚基二零。哈塞亚基，哈塞亚基，一朵小野菊，迎风摇曳，娇小美丽，使我想起你。轻轻摘下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哈塞亚基，哈塞亚基，一朵小野菊。今天呢，就像周传雄老师说的，现在也是一个绝境，麻将比赛，对不对？周传雄老师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内心的现在的感悟跟心声，然后化作一首在现场可以唱给大家听的歌曲，即兴创作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你刚刚说的主题是什么？其实现在的这种心情，现在的心情啊，对，忐忑不安嘛，是。然后患得患失嘛，是要 guitar 吗？我看到下面都有 guitar。 有、哦、要、哦、一定要，好，那试一下好了。这样的心情谁能了解，我的朋友都在这里和我一起度过难关，是天下无双，天下无双，我们都是天下无双。哦哦哦哦，这节目有主题曲啦。好，谢谢，请三位评委。好，谢谢。